大家好，我是露露爱旅行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好物，真的很好用哦。我用了一周了，看一下我的毛细孔，是不是变得比以前还要好呢？我基本上啊都是不化妆，但之前没有用它这一瓶之前呢，我常常就是流着这个汗水都会长一堆痘痘，满排都是。如果看过我以前的影片的话，比如说去花莲玩啊，或者是去宜兰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玩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这里都会冒那个一大颗痘痘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缺水，有油脂分泌很多，没办法透气。自从呢我用了它之后，这一罐用了它，好好来跟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一罐啊叫做肌萃超导入精露，我就是洗完脸把它当作导入液，直接把它挤一挤，挤在这边大概十元的硬币的大小，慢慢推推推。我觉得眼周很干的时候，我会给它敷一敷。如果你想要急速可以快速吸收的时候，有时候赶着出门的时候，三分钟就好，三分钟真的用完啊。你看气温慢慢变淡了，这是第一个，变得有光泽。我用完第三天之后，我来柜里上班啊，同事就说，哇，你的脸怎么变亮了，变得比较有弹性饱满。完全吸收了耶。如果觉得就是脸部还有很多干干的地方啊，我是用那个洗脸巾化妆棉，就是给它这样子沾沾一点点。我觉得我最干的地方是在眼部眼周这边，所以我就会这样贴着，我就会用眼部这个地方把它这样贴着，贴好贴满，化妆的时候就会很服帖。大概就是贴3到1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，它干了就可以拿下来。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子是不是有比较？老妈，我跟你讲，上次你不是说我皮肤变得很好吗？我想说，就是宠爱妈咪要一生嘛。因为刚刚母亲节到，我就买一罐给你，先试试看哦。推一下你的手，推推，而且它香香的，它没有酒精，对不对？这是味道不错，这味道不错哦。因为我也不喜欢太香的味道。你比较一下你的两只手，有差跟没差。这只比较光滑一点，这只比较粗糙，感觉比较细致，比较细致哈。那我现在用你的脸上哦，我就大概挤这样的大小的硬币，然后来看一下你的抬头纹有没有变比较细。哎呦，那很碎呀。唯一就是缺点就是不保养而已，其他的都很漂亮。我妈的脸太大片了，所以我要再挤一下。我们尽量不要把脸再往下推，要往上，让它有个紧致。妈，你哪边比较干呢？我们可以快速的敷3分钟。你觉得哪边比较干呢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用化妆品，其实就是要抹了才会知道。因为现在感觉到就是它这味道还蛮清香，淡淡的香气啊。我帮你敷在这边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边有点小干。敷个3分钟就好了。我用的是洗脸巾，它就是台湾制造的 MIT 的。你自己摸摸看，你觉得？感受一下。如何？我妈她好可爱哦。这样眼睛看的话，只感觉这边会稍微颜色白一点。导入液可以让你的肌肤变比较平稳，比较没有皱纹。这一支是有差的，这一支是没差的。因为妈妈不喜欢放太久。哦，真的有差呢。
前的照片来比较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自己看哦，这是你有用的哦，有没有差很多？看有没有差很多？有啦，有看到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，结尾给妈妈说，谢谢。希望大家你们多看几眼哦，多比较一下哦。还要订阅吗？要啊，当然要啊。还要分享吗？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